2020年的元月已经过了一半，你在1月1号许的愿望，已经开始踏出第一步了吗？如果没有，也没有关系，因为2020年的愿望，通常会再次出现在2021年的愿望清单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先去复兴空厨，然后再去巴德看落羽松。对，现在是落羽松的季节，所以去那边应该会很漂亮。不花力气，感觉很废，可是内心的成就感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是 BMO 跟宠物沟通师说的人生座右铭。关于这点，我非常认同。好，七点半了，太早了吧？也太早来了吧！我肚子痛。你肚子痛？那我们就这里就回去了，带水都出去回去了。准备出发。不得不说，他回他衣服有点好看。你看你的，逃密码。逃密码。逃密码。这件好好看啊。我觉得这一年骑的最多的就是巴黎这条路。还有西滨，对，真的是，每次都是这条路太熟悉了。这个人，你带了这个，你怎么没有在用？你是帮他带着是不是？多带一台备用。你要带、啊。对，是麦哥的，麦哥的。哎，引进方可以按。教学快点，小教学。我要认真的。什么意思？它是铝框，哦，铝框，它是铝边刹车。面现在多一个车友，左边的就不用管了。左边不用管，左边的车友不用管，还可以啦。那你平常有安全帽吗？没有，我放在家里。哦，你放在家里。好哟，伪装一下。哇哇哇！强哥的镜头。心打个倒位，开始。你爸，你不要闹。为啥要学我？学你什么？你为啥要学我？我你怎么还在？你不是往前走了吗？我们在一起。你们真好意思，没事。好，看到镜头。好了。今天真的非常大团。强哥飙车了，自己不带果胶吃别人的。我不想要吃香草口味的。我想要香草口味的，好好吃，香草不好吃。那就说。香草要化学。拜托说果胶是化学好吗？不管，我喜欢吃。好。喜欢什么橘子？香草都是化石，是好吃。喜欢橘子就自己带啊。忘了吗？喜欢吃别人东西，真的。后面没有看到人，奇怪。等一下好了。你们怎么了？卡了。哦，卡到树枝哦，还以为你啊，他。怎么了？哦，绕链，你帮我修，哇，厉害，绕链，没事，OK， 绕链，好，是的呀，是不是卡到所有的那个轮胎？哪里有妹子？太短。这样吧。看我跟你讲一个好笑的事情，刚刚麦哥说特蕾尔被封为国民女神，然后国民女友，然后我就说隔壁这位呢，然后强哥就说国民破封手，被吓，被吓，
可以啦，破风手可以啦，这很好，不错。他今天身体不舒服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哦，身体不舒服。你们，我刚开始骑车都没有这样对我。有吧？没有。你刚开始骑车，我没有跟到啊，是他们，你要问他们。凶手是他们，不是我。一开始带我去爬观音山。哎、哦欸，那你一开始带我去爬五根山？因为我冤山哎，我这。你为什么要让？没有要欺负人。他第一次骑的时候，本来也有爬三峡的啊，只是因为金鱼绕链啊，所以他没爬完啊。哦，金鱼绕链啊。啊，锻炼，锻炼，锻炼。不好意思，那个是技术性锻炼的，他故意的是。原来他了解了解。他上礼拜也是只能当摄影师而已，摄影师。好了，带一点你的镜头啦。你的手抽抽看。又到了，又到了复兴风俗。现在大家在挑面包，挑面包。你要买什么？我的哦，是谁？我只想吃一半。你跟谁说话？我问你们。这个只有什么？克莱人想吃一半。好了，我跟你吃一半啦。你自己挑啦。可以哭了。先送饮料。没有。胃痛的鼻子。哦，我被揪去拍照了。哦，要这两个摄影吗？好。好，下一张。交朋友，这个给你。谢谢。你没有。我在下班后仍能安排许多事情，无论是教学、课业，或者是行政业务，好像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。但我自己总是有自信能够开启多工处理模式，能够在同时间完成所有的任务，所以几乎没有闲下来的一刻。今天可以破100K 哦，可以啊。这边怎样？今天心情特别不一样，是因为天气超好的。哦，原来是天气啊！表现非常好的新手，感觉很厉害，今天就可以破100K。那等一下还要回去啊？100K。沉默的杀手。来回吧。哎，最近我开始发现。多工处理虽然可以同时处理好多事情，让每一件事看起来都好像有进度，但其实并不会让效率变得更好。九把刀有一本书叫做《慢慢来比较快》，小时候我以为这是一句干话，但长大之后才发觉，静下心来，你会发现时间真的过得比较慢。或者，换句话说，你真切地经历了时间的长度。每分每秒都在你的掌握之中。一张好的照片就是这么拍的。我在泥泞里面，蹲在泥巴。准备吃饭啦，然后就要回家了，好累。现在在桃园市区吃饱喝足，准备要回去了。不过市区里面车很多。我们现在正在找路当中。对，这下是阿强迷航记的地方，请看。我在桃园，桃园路真的太可怕了，这种路走几次都会忘记。真的，上一次就是一样都是他帮的地方。
这次上次就失利了。Build this ship together, searching for a home. Despite the storm that hit us, we are still. 陪你坐奥山从台北，终于要上台北了。有所思吗？啊！从天亮直到天黑，终于要搭捷运了。超鲁的，超鲁的，超鲁的。你朋友是不是都这样子超坚持？他每次就是到河滨，然后我们可能就拉捷运了，他就硬要拉着强哥一起捷运去。超鲁超鲁，超鲁超鲁。应该一两个就被我看过了，看穿了。超鲁，真的很鲁，他真的很鲁，真的超级鲁。明明胃痛，然后硬要骑，真的很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：Do one thing at a time, and do well。一次只做一件事情，并且把它做好。我想，新的一年就以此为目标吧。